是我们一起度过的这个夏天。滴滴滴答滴答滴答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OK。哎，我担心，确实是担心。无非就是那些，就基本差不多都破了，人家破了他们的雅咒，破了他们的雅咒。就你要开一个店，但目的不是为了赚钱。就是你可以学到一些生活技能。我其实每天都不看超话，我的超话里面都是我的超话里面最